不少人都喜欢帮衬茶饮店，最近这个新加坡茶叶品牌就加入战团，在尖沙咀海港城开设香港首间茗茶外卖的概念店。店铺除了零售茶叶之外，最大的卖点就是现场供应超过100款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茗茶，全部都由品牌精心调配，喜欢饮茶的人来到一定相当兴奋。茶饮每杯定价48元，冷热同价，话平不平，但是包装啊胜在精美又抢眼，加上品牌高质的茶叶，就一于要试下它了。客人来到可以先揀啱心水的茶叶口味，落单之后就再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店员即场冲泡靓茶，每壶只冲一杯，绝对货真价实。如果未试过他们的茶叶，就推介他们最招牌的1837黑茶，成分配合了浆果、茴香和焦糖，黑茶带有阵阵的果香，浓而不腻。品牌每一款茶叶口味都非常独特，例如这一款里面有蜜桃、太阳花和热情果，气味香甜。如果觉得斋饮茶太寡，店内还有卖多款茶味的甜品，亦有茶饮套餐，一次过可以吃到6款口味的马卡龙，最适合下午茶时间享用，又或者带去野餐都不错的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